请问这是六点半医院吗？对。哦，医生，您看看我这个头痛、发烧、想吐、恶心，咋回事？你这个呀，回去以后啊，多喝开水，确保这个饮食健康，保证睡眠质量，最后呢再去配副眼镜，哎，就好了。哎，医生，这头痛发热跟这个配眼镜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离我近点来，我是保安，医生在三楼呢，你去找吧啊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医生。哎。短，陈翔六点半。这个一加一等于几呀？七。哪个老师教你的？来点肉，我看。哟，回来了哥，回来。哎，这是我弟弟。哎，弟弟好。哎，叫嫂子。爸，我哥把嫂子领出来了。哦，快，来坐。这是我女朋友。叔叔好。你好。哎呦，长得真水灵。今年多大了？20了，叔叔。爸，属猪的，刚好绝配。哎，叔叔属什么的？哎，你猜猜，属相不是最倔那个？我知道，驴。我同意吧。哎呀，爸，我去做饭吧。嫂子，你喜欢吃点啥？我爱吃红烧驴肉，我的家。谢谢啊，弟弟。那爸，你给我来趟吧。谢谢叔叔。爸真好。上，外老婆啊，我在加班呢，加班。他没加班，在上网呢，在网吧。有病啊！啊，对不起，老婆。喂，对老婆要诚实，不能撒谎，知道吗？看我的。喂，亲爱的老婆，网吧上网啊。先生你好，209退房吗？不是，老婆，没。先生，您的押金？没有。老婆，别误会，真的没有，真的不是，我正在上网。您是要退房吗，先生？欢迎光临，赵先生开柜。没有，老婆，真的在网。赵先生开柜。没有，老婆。赵先生开柜。这真是在网了。欢迎下次光临。来了，老婆，来了。小伙子，你践踏草坪，不是我还5元？不是吧你？记着了啊，以后别乱猜。你践踏草坪罚款5元。不是我刚进来，哎，管你刚进不刚进，你践踏了草坪就得罚款5元。行了，记着了，以后不要乱踩地啊。行，他也有生命。哎呦，这个老张啊，他说干这个能挣钱，可我今天干了一天了，还是这5块钱。行了，我呀也不干这个了，干别的去了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践踏草坪罚款10元。不是我刚进来，管你多会儿进来，你践踏了草坪就得罚款，交出来10块。小明干什么？徐老师，我把作业放在你桌上了，我刚才看你睡觉睡得太香了，所以不忍心打扰你，再见。你以后不用再来见我。哟，王嫂。哟，王哥，来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哎呦，挺漂亮的，真不错啊。还行。哎呦，这小孩太乖了，还做作业呢。好好做作业。爸爸，这个阿姨好丑。你说什么呢你啊？给阿姨道歉。阿姨真美。
你说什么呢？我让你道歉，不让你说谎。那个王哥，咱们借步说话。哎，王总，哎，坐坐坐。啊，嘿嘿，有本事你再叫一句，张总总。爸爸，这个阿姨又凶又丑。我心爱的女人跟一个哈早中要结婚了，我现在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，我决定去闹婚把新娘抢回来。哎，你来找我干嘛？哦，哥，我明天要结婚了，你来不来啊？来来啊。哎，在哪啊？元西路东二院。我来哈早中正好在一个地方。我一定来哈早。老婆，哎，我问你一个事儿哈，是这样的，那个我哥，阿妈，来，我帮你摘菜吧，来来来，你肯定有事求我，不是，妈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，是吧？真的没事求我啊？啊，那好，就帮我削土豆吧。哎，好，那削之前，我能跟你商量一件事吗？幸亏我没买土豆。那我上我爸家吃了啊。为什么我 QQ 斗地主那么差，老是输呢？让为师帮你算一卦，你先把你在 QQ 上头的昵称告诉我。上海滩，赌圣。上海滩。原来你就是那个上海滩赌圣啊！就是昨晚上抱双抱对三那个那个憨贼、啊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帅的想毁容，怎么了？哼，你就是王家炸完以后翻不过院让我过的那个呀、啊？怎么了？我靠你！气死我了！来呀、啊、你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有屁股来。姐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们是自由恋爱，知道吗？自由恋爱，你要支持我们，不能反对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他妈是你姐夫，你几个意思呀？老婆，你太偏激了，是不是？不能打消年轻人的积极性嘛，对不对？小姨子，我看要不咱俩也拉倒得了，现在是打不过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！这真打得过啊。啊，那个是我啊，我迷路了，钱包也丢了，我回不去家，你能不能让我住一晚上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住什么住呀，我们家没人，不能住。哎，你不是人呐？不是，我是说我们家没有男人，我不能留你。那我进去不就有男人了吗？嗨嗨，老公，明天是六一儿童节，我想买个 LV 包包。买。再加一个迪奥香水。别买。太爱你了，走吧，去。啊。
儿子，老公，明天给我买个奥特曼吗？出来拿去。奥特曼吗？咻咻咻咻咻！短，陈翔六点半。